What strategy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adopt? United China anti-Russian resistance is the best choice. Formed 50 years ago, Kissinger visited China. U.S.-China relations hav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hat strategy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adopt? United China anti-Russian resistance is the best choice. Formed 50 years ago, Kissinger visited China. U.S.-China relations have established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从外交辞令到解放台湾，中方对此就是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落实联大关于一个中国主权原则问题的2758号决议。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只是因为各自理解的能力不同。看不透一个中国，就是联合国宪章上著名的中华民国，国民至今没有从法律上改变国家主权原则和领土完整、不可分割性。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台湾省，就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就是中国户口。看不透一个中国，就是联合国宪章上著名的中华民国，国民至今没有从法律上改变国家主权原则和领土完整。不可分割性，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台湾省。Not being able to see through one China is in the charter. The nam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untry name indicated has not yet been legally altering the principle and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ST. 中国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注册的国名就是中华民国。布林肯国务卿在阿拉斯加强调按照宪章规则办事，那美国自己做到了没有？在中国台湾问题上做到没有？ Secretary of State Blinken is in Alaska.Emphasis on following the rules of the Charter. Did the United States and do it itself? Do it on the Taiwan issue. 美国，你是世界秩序的榜样。美国遵守联合国宪章的，一个中国规则了没有？布林肯国务卿在阿拉斯加强调按照宪章规则办事，那美国自己做到了没有？在中国台湾问题上做到守规矩了吗？今天讲的就是从二八事件，二八事件实际本质上是中日战争的原型，这个张啊，就是台湾那个一个教授，两个谈的这个是这样，好像有没有认识到中日战争的本质？这个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蔡英文他们的认识更不够，包括蒋介石。
国家就会动乱。这个样子呢，我们就台湾问题就爆发了这个二八事件。二八事件的导火索是那个烟草专卖局的小小商小贩，他卖这个烟，卖香烟，卖这个一些小摊贩。警察呢就像现在大陆在这个城管一样，在抓这个小摊贩，并且采取了暴力，他们是施加的暴力吧？这个因为大陆现在也有很多的施加暴力的这种现象，执法暴力执法这种现象，扰民的这种冲民这种现象。这个但是呢，因为被压下来但是台湾这个就没有压下来。台湾在这个背景下有两个因素，一个日本是存在一个抵制国民政府的一个情绪。你们来了之后，现在是物价飞涨，物价飞涨的原因本质上有两点：一个是大陆人来了，比较多的人一下子涌进台湾；第二个。物价非常的，因为你印了很多钞票，短缺，日本人也印了很多钞票，所以这两家一家就把这个市场的抢购一空，这就变成短缺了，正常的生活过不下去了，他们过不下去就把矛头啊，就把这个现象矛头啊就积攒起来，就对准了国民政府，台湾的国民政府，这就变成了狗去出来牛马不如，就狗年来去。狗年走了，猪年来了，就猪年就中国是今年，猪年来了，牛马不如，这人民的生活呢牛马不如，这才是二八事件的大背景。而我们呢，就把这个大背景下呢，那爆发了其他的一个冲突，冲突是后来发生的，这个冲突是一个现象，本质是中美战争，还有这个国共对立，包括那个谢雪红，这些都是把这个造反起义这个旗号。所以说呢，我们说呢，在这里呢，我们为什么不提二二八事件呢？不讲清楚这个原因呢，因为我们都欠这里都有自己的个人，有自己的政党的利益，还有自己本身的一个执政的利益，另外。台湾这个台独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就把矛头对准中国国民党和民国政府，同时呢，还抱有的，因为台湾台独党就本身就日本人的一老一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问题就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而我们抓住一些台湾人的一些是怎么动的武啊，怎么样的杀的人呐、怎么样的。后来就出现了残酷的暴行等等，把矛头集中到后面去。我们现在谈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这场战争的本质，我们想这个本质呢，就是实际上是欧盟北约呢扩张，把乌克兰呢这个分裂出去，就是乌克兰呢本来是承认的。俄罗斯想承认乌克兰就是兄弟友好，这个就像一国两制一样，一国让你那个乌克兰独立，让你独立呢就会成为一个友好的邻邦。如果一国两制下去，就会成为乌克兰。这个中国要吸取严重教训。所以邓小平的理论呢，是不全面的，是。经不起实践的检验，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理论，已经不能够解决台湾问题了，不但是我们觉得不能解决，台湾人也觉得不能解决，因为台湾人的要求是什么？一个国民党要求，他的台湾那个实际上的中华行使中华民国的实际在台湾的主权，民进党的要求呢，是诉求是。台湾独立，一边一国，这是两个，两个根本在违反的。这个是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大背景下呢？在联合国宪章，一个中国原则是代表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就是代表中国，中国，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是代表中华人民，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可是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他不敢承认自己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在法理上从不正言不顺了，因为他没有法理的中华民国的继承，继承中华民国的宪法，没有继承权证，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呢，觉得没有充分理由，没有必要的一些必要条件，但在法律上它具有了必要条件。这个法律上必要条件就是因为成立了新政府，1949年成立了人民的这个人民的新政府，就是人民的共同纲领上的组成在里面啊，机构是以他们为代表。这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自身的一个承认，但是他还除了自身承认以外，还有一个国际的承认。国际承认是在1971年那个2758号决议，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这个这个2758号决议。2758决议分了三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恢复这个依照这个联合国宪章和的宗旨的原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中华民国就是中国的国号，注册的国号啊。本着这个一个中国的原则，固有中华民国的固有领土主权完整的原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就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这个安理会的一个承认委员会的一个。这个资格。第三点就驱逐啊，那个蒋介石的代表。原来蒋介石代表这个中华民国的，但是现在2758决议以后，他的代表权的资格被取消了，就是等于你在中华民国的这个合法这个法人的身份取消了。啊，所以法人身份取消了，谁在上这个？现在是除了蒋介石恢复不了，他的这个恢复不了。有，你都会想恢复中华民国在台湾，陈云也想恢复啊，一年一国来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因为台湾不是陈云，台湾是已经是中华民国的固有领土了，啊，所以他还用殖民地那个那个法则，他不遵守中华民国的宪法，而要把自己联合国那个殖民地的法则拉到中国，拿到他那个。这个一边一国来这个处理这个那个殖民地有这个自决权嘛，人民有自决权，所以说在中国在这问题上，在问题上的没有搞懂法律的关系，没有考虑谁具有这样的资格，什么人具有这个统筹的资格，什么人具有那个合法的这个。国家自决权的没有，台湾没有自决权，台湾是属于中华民国的部分。但这个逻辑的大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这个大前提啊，是中国，因为中华民国是个国号，那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个国号，这个逻辑上就错了，程序不对啊，按照没有法律依据。没有国际法这个承认啊，国际法必须要法定大多数国家在承认自己的国家具有这个中国的主权，谁承认啊？联合国的宪章大会，宪章大会，所有的联合国成立的大会成员都承认自己的国家，所以国际关系搞清楚了，所以法律关系就才能搞清楚，事实上存在，法律上存在，啊，证据。确凿，那个联合国26届大会，2758决议，这个就是政治问题。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中国共产党没有在这个细节的问题上做文章，没有把握住细节，在细节上出现了很多陷阱和漏洞。这个给后来解决台湾问题留下了很大的伏笔。和潜的这个造了很多这个台独啊、国民党啊、
英辉啊、蔡英文呢、啊，这个包括马英九都造了很多意识形态上的这个误区，误导人民的一个误区。我们今年在，因为我们这个不在三界中，这个统筹五行外，我们在美国看到旁观者清，对待这个台湾问题的定位很清楚。美国人为什么很清楚？美国人定位就是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的定位不是政府关系。台湾当局包括后面的那个台湾驻美代表，包括夏公权，都千方百计的证明自己是该人的那个中华民国政府。他打这个名字叫 CRC， 是该人的与他本人很亲，结果叫美国的外交部或者这个国防部公院官员当场就把他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后来他改，千方百计掩饰这一点，他说这个God是那个人就是God是上帝。然后呢，他们就呢，他说是real。就是真实的，然后China呢，他说 peer， 他说是 peer 是什么？是关怀，是上帝很真的是很关心这件事情啊。所以说美国人的这个台湾人的政客，这个造谣生事啊，弄虚作假，这呱呱呀，这太实在是太。身段太高了，当然勃然一笑，这么一个，也就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从这里就是看出来，台湾这个政客们是多么的奸诈，多么的无所不用其极的在制造这个台湾，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包括这个习近平这边提出来一国两制的那个。2019年的1国2制之后，蔡英文提出的4个坚持，就其中一个坚持，就中华民国台湾这个主权独立国家，这完全是颠倒黑白，违反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宪法，台湾是一个，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是一个主权完整独立国家。台湾回归以后，1947年宪法。就对应台湾省，台湾省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省，一个地位，这个是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呢，真正的问题呢，是我们的国台办，我们的这个外交部在这个宣传上口径没有一致，认识没有一致，理论上、法理上没有把这个国际上的推敲，而只是。一味的坚持，我自己当初邓小平怎么说的，我就先就怎么说，按照那个模式来套下来，而没有按照实际情况来可以一一的反驳，在法理上进行反驳，就失去了努力的这个机会。一开始就没有把这个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是不是一个新的习惯，这个事情有没有？把这个证明学就没有搞好，所以共产党这个政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政府的问题。我们说，首先要建设不能法，首先是建这个设建设手的问题，设手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执政的时候，在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任在理论上没有解决，换了一个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观点，也就是教条主义的观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应该说一分为二，就是说台湾问题、台独是有争议，是主要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共产党在执政党这个方面，在理论上的不健全、不完备，
并且持有对这个存有同仇对蛇的这个幻想，这种抱着一种对绿色方面的淡漠。另外，他不知道现在两岸关系是处于内战的延续状态，所以这个定位搞错了。这个定位搞错了，那么就把自己的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主动权就失去了，就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定位。模糊的定位确实有好处，对台湾才有好处。对于不同，就像呢马英九说的，对不同不同不无用。这就是我们一国两制为什么陷入陷阱，因为一国两制制造了这么一个模糊陷阱。一国两制建立在什么过度自信的一个基础，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一定能战胜资本主义的力量，大陆是那个大陆这么多13亿人一定能战胜2300万人，这是过度自信的陷阱。所以我们判断错误就制造了决策的错误，而一国两制的决策就是因为我们判断错误以后就产生出来的后果。这后果呢，因为你的设计的标准不是取代中华民国的这个法律地位，你不把自己当成是中华民国的一个法律地位，把自己定为一个是新中国，是一个不同的新国家，结果自己没搞成，变成了反而成了台湾人的另一个国家，另一个中华民国台湾，另一个台一边一国。我想如果这个问题呢，共产党不能认识到这个问题，我想在美国呢，因为这个外来的国家很多，旁观者清。我想首先跟民主党的民主党的总统对吧，拜登，然后跟国务卿布林肯讲，按照联合因为他在阿拉斯加讲那个阿拉斯加讲的按规则办事，按规则实际上就按联合国规则办事，按联合国规则就包括2七5八决议和联合国宪章23条，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的国民是法律注册的，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代表董必武在那儿当场签字的，所以呢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好解决啊，只要现在是。不是中国求，现在原来是中国求美国来帮助解决台湾问题，站在一个中国的立场，现在是美国求中国但是帮助解决一个乌克兰危机问题。如果习近平主席还有这个外交部长王毅，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王文斌这个国务院发言人，不能抓住这样的机会，我们现在主动权在中国手里，中国怎么来解决中国为什么说是和平依法解决，按照联合国宪章给你解决台湾问题，就是给联合国给中国的和平解决树立一个榜样。你用中国的方法解决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你就是用解决了化解了台湾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危机，这个就才是正道，这个思辨能力，你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或者是说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真正的是为中国人民全中国人民利益着想。我现在你真的是如果是真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话，你真的是代表中华民族的国家主席的话，你就应该想现在就抓住这个时机对面对大海春暖花开，这个时机3、4月份解决台湾问题，然后你才有理由7、8月份你解决，因为你的5、6月份就进军台湾了，驻军的渤海驻军，这个是名正言顺的正义之师、威武之师，联合国维和部队一样，联合国2七5八决议的这个执行落实执行部队一样进驻台湾。这才是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你非得说把自己要逼成扮演成和乌克兰俄罗斯一样，把自己套
的那个模式一样，那我们就上了另外一个啊，那个另外一头，另外一个贼船，另外一个大，自己搬起石油船的是，所以呢，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呀。从这我呢，在这未来的，我作为一个台湾市民啊，作为一个跟这个大陆过来的。大陆的台湾圣人很难得的有一个大陆啊，而且我又是在日本，在西北大学里头入了党啊，这个在党内来讲呢，我和习近平应该是同志，同志呢会产生一些什么相同的观点，也会想到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是情境的关系，不同的它能产生和而不同的它能产生创新，我们就是一个经过了20年、30年、40年的不同的不断的提出下行上达的意见，我反映这个中国经过2个月的意见，已经有1998年开始，1995年我和江泽民就是谈的时候就解决台湾问题，江泽民出了一个共同努力推动一个祖国和平统一，里面像8点的内容，我1998年正式向江泽民这个周恩来提出复兴中国、共建家园、这个依法治国、和平统一。这个观点呢，我是有根有据的。我在这里呢，因为证据太多呀，我相信共产党他应该也知道我的观点。但是十四大的时候我也提出来了，特别是十四大、十五大以后。我提出来，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那个就是台湾那个中国的前途的另一个事，包括台湾。当时江泽民也好，是胡锦涛呀，主要是王沪宁这个本党，所以中央这个政策研究办公室就觉得只有邓小平提过来，所以否定了我的中心中国论，就否定了中华民国是中国的一个一个论点。因为我这个呢就是变相的两国论，所以呢这种形而上学呢害了中国人，害了中国人，害了中国人民啊，给中国人民带来一个过度的信心，要把中国人民扶摇化，而且过度自信，包括现在我们的体育自信、道路自信，这个完全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正式要打一个问号，这个问题呢我呢，我觉得我还有生命，上帝还给我留了一点时间，那么至少我要抓紧的时间，时间就是金钱嘛，教育就是，我能不能请到教授？我每天我都在这里想一个对话，就像一千年一夜的对话，我每天都在这里跟这个不单是跟这个中国讲，因为跟中国讲有的讲的，中国是一言堂。说不允许有另外一种声音，所以拜登说呢，创新只有在自由呼吸的地方，要自由言论自由的地方才可以，才可以这个，就是才可以产生创新。特朗普呢又说，那个这个特朗普的观点就是真正的利益要符合美国的利益的最大化。我们当然是要考具体的台湾问题，也要考虑美国利益的最大化。美国得到什么利益呢？美国在中国解决台湾问题上起到一个调解中间人的作用。这个中间人不是拉天架，是个裁判员的作用。这个裁判没有国际裁判的标准是不行。什么是国际裁判标准？那么就是联合国宪章嘛，就是国际裁判。2758决议就是国际裁判。你这个回到。我们劝这个裁判你不能拉去黑哨，我们劝这个美国人呢扮演这个裁判的这个角色，希望是全世界各国人来跟这个来观察这个美国是不是扮演裁判公正的裁判，是不是真正的理解和贯彻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2758决议的这样的一个表态。中国人民啊有被动的转为主动，由过去的受别人之摆布而由自己也有了发言权，有了抗争的权利，就是抗辩的权利，
对吧？有了政府的权利，我们证明啊，中华民国是另外一个国家，这个是政府的假的，是不成立的。我们证明台，证明这个中华民国台湾这是假的，是个杜撰的，是个造假的一个伪假冒伪劣产品，是个造谣生事啊，这个瞒天过海，这个欺骗拉美国下来，这个证明这个假冒伪劣产品。那么现在不去搞，我们大家就不去批判，不去证明，不去声张正义，那么听之任之，姑息养奸，结果是什么？这越坏的东西越坏，越一报还一报，得寸进尺，先停顿，非要要访问台湾，到时要去支持，支持台湾台独派，还有这个马文忠，这等等这一切。就是因为我们的初始条件不严密，这个条件就是个中华主权人民，中华人民国就是中华民国，就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代表人民。这个初始条件，也是为我们把它模糊化，这一模糊化，自己搬起石头砸了。我们一再提升。现在是重新包装一国两制，重新包装二七九号，重新包装联合国宪章，中华民国，重新解决考虑解决台湾问题。现在是到了龙争虎蛇，因为认清形势，所以说我们放宗教幻想，放下包袱，去争取。谢谢大家，我也不在场，我不去的。